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今天星期一啊，要来分享，应该也不只是一首歌哈，是一段的这个视频啊。然后这个视频里头呢，是呈现的啊。各位看这张海报哦，应该讲这一景啊，这一景其实就是这里写着啊，我们的佛光园美术馆。啊，这在总本山是佛光园美术馆的总馆啊。那么，这里啊呈现了这里写着"一月普现，一月普现一切水啊，一切水月一月摄啊，就摄受在一个月里之中啊。那总之这里在讲的呢，就是其实是水陆法会啊，就水陆法会，诸佛菩萨他可以应现在一切众生的心湖当中啊。啊，在讲这个境界哦。那么当然这个是在佛光园美术馆，在总本山哦，在大雄宝殿的它紧接着后面啊，接着就是佛光园美术馆啊。建议大家趁现在赶快去看哦。就是这次的这个展是以水陆法会可以讲是叫水陆画为主。啊，然后把它展现出来哦。那一般我们在水陆法会，特别它一共这内坛就好像心脏核心一样的哦。那外坛还有七大坛口，还有大坛啊，还有回向总回向坛哦。那组合起来的一个佛教最大型的这个功德回向的这个超荐法会哦。那么所以到法会举行的时候呢，哦，这个白天呢就要把水陆幡高高的挂起啊，到了晚上呢就要把九莲灯再高高的挂起哦，让这个无数无边只要能看得到这个讯息、接到这个讯息的所有一切需要功德的众生都可以来领纳功德，所以叫无遮大会嘛，无遮啊，它没有设好像围墙啊，还是。啊，有什么遮蔽？谁可以，谁不可以啊？就没有啊，叫无遮大会哦，啊，所以是非常的殊胜。那在总本山呢，因为刚刚才圆满了第一梯次哦，实在是参加的人太多了哈，要分开来啊。那第二梯次哈，在也很快哦，12月2号哦，就这个星期六了啊，12月2号到12月9号啊，那就是整个水陆法会其实。光是诵经的法师都超过200位法师哦，那其他的还有工作人员呐、协助的人呐、包含所有的义工菩萨等等哦，那真的是非常大的这个人力物力的需求啊、哦，所以发起一次水陆法会真是不容易哦。那佛光山都是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发起，所以叫众信水陆啊，它就不像。有的时候我会听到说，什么人啊要到哪里去啊，就是要去做水陆法会啊，为他家的什么人啊去啊这个做佛事啊，啊一听说啊啊就啊一两天就可以了哦，他们说就是这样念过啊那家属就是独信水陆了啊，当然各地办的可能不太一样哦，但是像佛光山。哦，还有几个道场其实都是很按照水陆仪范，然后它至少都是要7天的，好、哦，所以是真的非常的殊胜的哦，哈，哎，跟一般的哦这所谓的独信水陆还是不一样哦。好，那么所以呢，接下来讲的是这个佛光园美术馆到底是美术馆跟我们的水陆法会有什么关系嘛？哦，所以这里有一个特展叫一月普现哦，那当然就是要把水陆画在内坛啊，内坛啊，它就有分上堂、下堂啊，这样啊，各个席位啊，然后它都要悬挂嘛。哦啊，这是这个四圣六凡哦，这是三界道六道里头哪里哦？那众生都画出来的哦，哎，所以就把这些画呢，用美术在佛光园美术馆啊，然后把它这个把它呈现出来哦。那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哦，是我们佛光园美术馆他们把这个所有
就是如常法师是馆长，那高雄馆的主任，是有权法师，他们带着义工，然后在进行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开始在布展，这个我看那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其实高雄这个总馆还是蛮大的哦，那整个要把它各位现在看到我这个背景呢，其实就是它的入口，就选了这张图那各位去了看了就比较不陌生了，就就是这个入口了那从这里开始往里头走，它沿途你就好像在进入一个真的是水陆内坛的世界一样的。也可以讲其实它呈现的四圣六凡所有这六道群灵等等这样绕那所以你在一边欣赏一边在进入这个特别的时空当中我觉得这是很摄受的但它怎么呈现呢？所以待会儿各位看到的影片它是前半段吧，是义工的准备状态哪边用这个回收纸皮箱做这个好像岩洞或者是山壁怎么那个还有老师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怎么去做那个这个藏经楼的模型做的也是惟妙惟肖的那总是很辛苦。它里面有一个数据就多少人多几百人次的义工经历过多少小时我这样子看呢，大概就是平均每一个人呢，一天应该要做到12个小时吧，至少平均呢所以是集体创作这很用心的把它呈现出来后半段的音乐，义工在工作，他放了比较轻快的音乐往后这个就完成了那个开始进入那个水陆世界又是另外一个很静谧的那种氛围了所以我想借今天的早安佛光让大家欣赏一下佛光园美术馆他们所拍摄的这个短视频这个短片就是可以让各位了解一下说怎么来的那大约会看到什么。当然这个跟参加水陆法会还是很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你在高雄台湾吧很多人都会去参加那就算不能有一些功德登记排位啦尤其比如说在内坛要传这个幽冥戒这是为往生的人去传戒我就觉得如果你有想到什么人你其实你说那幽冥戒是受什么戒呢？五戒菩萨戒八关斋戒什么戒呢？这样为什么叫幽冥戒幽冥当然一听就知道是为往生的人嘛那但他受的传的了传授给他们的是最根本的要发菩提心的戒各位知道说我们受的所谓声闻戒就是说是出家人出家戒嘛，那在家菩萨在家五戒嘛，这个随着这个身体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这个身体放下，这个声闻戒受的这些戒规呢也放下了但如果是受菩萨戒，你是跟你的生命结合，然后是发自内心就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发菩提心这个戒菩萨戒，它是可以。在生生世世轮回的路上就是会陪着你的那个就是菩萨戒是不会坏失的不会失去的所以在这个内坛的这个进这就所有的这个佛事的内容当中其中有一段就是有一天就是要为他们传这个幽冥戒很其实内坛就是他的唱诵实在是很好听很摄受很庄严到了那个这个信徒这斋主代表捧六道全灵的那个总牌位他比较大黑色的捧着是由这个斋信代表捧着他们的牌位代替他们跪在那里就是这个就要看这个就是幽冥戒他在礼佛他就捧着牌位在那里顶礼就代替他在那里顶礼
好，我们在内坛当引领，说哦，这段是啊，非常的很，我觉得是很感动，因为如果还有亲人在啊，这个怎么讲，三恶道之中啊，受苦啊，流浪啊，或者迷失啊，哦，就要帮他们让他们来受啊这个幽冥界哦，让他们的菩提心好像要啊醒过来一样的。啊，他们就会看到一条啊出路啊，啊，这个解脱之道就会出现的哦，啊，所以这个导师，我想各位可以上佛光山的网站，我讲的是总本山啊，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个连结，总本山的啊全球资讯网做一个连结啊，你去看哦、啊，你线上可以啊报名啊，说哦什么人啊要参加啊这个幽冥界啊等等哈啊，我是非常非常的鼓励啊大家。啊，如果你还可以登记的话，哦，我想应该还不会截止吧，还有这么几天嘛，哦，是2月2号啊才进入啊法会开始哦。好了，哦，就今天先跟大家这样分享。我其实另外还有，我看到啊，这个我们在几个月前听馆长如常法师在分享的时候，哦，他讲他真的是。克服很多困难啊，然后有几个展览啊，他希望啊，就是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啊佛陀纪念馆啊啊，尤其我看哦，现在看到网络上的资讯就是啊，这是跨到明年的，有的是在到3月，有的到4月，哈、哦、啊，那有的已经开始了。那有的呢是到12月中旬吧，哦，开始展啊，尤其那个敦煌的这个光华敦煌啊，这个、艺术展哦，真的啊，我都觉得大家注意看一下啊，佛陀纪念馆的啊这些资讯啊，都这个展从来都没有停过哦、啊，真的师父教我们呢、啊、说寺院哈、哦、啊，这他要啊要依据什么去规划一个寺院，其中有一个佛教要异文化。啊，跟艺术结合哦。其实我啊，到昨天呢、啊，因为共修法会嘛，哦，之后合唱团练唱啊。最近呢，不管啊，这是在渥太华最知名的女高音应该是刘明慧老师吧？哦，那她也啊来啊指导我们的合唱团。你看，我们有李嘉荣老师，我们有刘明慧老师啊合唱团啊，然后呢啊，现在还有一位杨老师啊，现在再来一位啊，这个姚老师。都是跟舞蹈啊啊这个啊音乐剧啊各方面啊有关啊，那另外这个我们英文禅修班啊几位啊啊也有这个大学音乐系的教授啊，也有这个绘画和各方面啊，我都觉得哎呦真的还渥太华他真是要实践那个佛教异文化，我觉得正是时候哈。未来道场盖起来应该有他们很大的一个舞台一个空间在那里啊。好，那总是很欢喜啊，所以跟大家推荐。那之后呢我有跟如常馆长就是说那个资料啊，我要怎么介绍啊，他记得很多我都来不及看啊，消化一下我想要怎么跟大家分享啊，要非常的推荐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分享，我们蔡孟华老师啊，他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有一场啊，这个北美啊，叫云来集，北美云来集啊，这个啊一个讲座哈啊，他讲题就是大师全集的背后的故事哈、啊，哎，有关这一部分我明天跟大家、啊、分享哈、啊，哎，但是我们先做连结，如果你哦，我们讲美东时间啊，昨天晚上如果你来不及看，现在赶快哈。啊，上去啊，聆听啊，真的是很精彩的哦。好啊，很多是师父亲自指导啊，去编辑自己的全集啊。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子哦？啊，那总是啊，孟华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哦。好，那我们就先做连结哦、啊。那时间关系嘛，好、啊，所以我们就啊，后面呢、啊，往后慢慢啊，再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要先到这里，所以现在大家先观赏。啊，这一片由佛光园美术馆啊，他们提供的哈、啊，就是从制作一直到完成的啊，一个水陆画特展啊，请大家欣赏，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岛屿金角和忧愁，因为我的口中念着六字大明咒。学习放下，总是生命无常，人生充满希望。要懂得无我，方能拥有更多。那世界永远不会只是想象。其中妙有何穷。